可能身体状况的各异，然后对手的这种，你是否？二十号费尔德 ，Number 20 K Fielder， 二十三号陈步豪，五十五号孙同林，助理教练。这门就关死了。而且防这个小范儿的邹雨辰啊，他是一个视野盲区，他也是背对着小川。对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得天天练。错过了。哦，防成了。陈豪这个球防的也很有经验，这个滑翔啊，动作啊，还特多，特漂亮，但是效率没那么高。起了，这个还是结实，结实，这个还是结实。对，他核心好啊，他在空中他。加发油，五十五平，攻略。你看费尔德这个出球，拆得漂亮，对吧？费尔德出球快，对，而且他这个球还领着你走，就是刚拆开一步，他给你两步。打球，你在场上打球是非常客队来说啊，有点压力，有点压力，有很多这个，人嘛，人家拿着这数据还得找工作，找下份工作呢。陈光上来之后没下去啊，七分六篮板。他和孟思凯这个位置真的是谁效果好谁用谁，一直用，对，一直用，一直用。哎，哦呦！吹了犯规。